大家好，今天介绍一个我新开发的产品，这个。来看啊，这包里面包了什么？这个是一个鸡蛋头啊，鸡蛋头，这样结构。这里一包是小零件，降落伞、尾翼。胶布，那么现在我们开始把这些东西组装起来。那么组装之前呢，需要你们自备两个碳酸汽水瓶啊，这个是您自己准备的啊，我是没有的。自备两个碳酸汽水瓶，好，先来打开这一包。这包零件里面呢，包的比较多的小零件呢，看看这里啊，这是一个定时开关，我们安装在这里，会缩水，来来来，你看那个，这个零件我们一定要这样装。这样安装，不能够这样安装，不能够这样子，注意一定要这样子啊。这个，我们先顶用到这里，直接压下去之后，拿了一条夹带，这条夹带，因为这个头，我们放到里面。穿过来，机用脑筋给扫点那点，来，好，这样绑住，拿着剪刀，把多余的剪掉。这里有两条小的橡皮筋，两条小的橡皮筋是用来绑这里的。绑住之后，穿到这个孔这里，看它的导演，螺丝板就起来个水母，你怕没啊？我打不出来。这个手指头的长，是勾住这里啊，勾住这里，勾住这两个地方，可成啊，现在这个，看这样子，我打开，这里有三条橡皮筋。
在坐好，坐好之后放一边，放在这里。那么我们拿了这一包尾翼，我们需要把这四个尾翼再收集啊，一二三四，这四个尾翼这样子，贴好，贴好之后撕开，就贴在这个瓶子这里啊，把四个都贴好，贴好之后的样子是这样子的，这样子，一二三，贴好之后拿胶布捆住这里，再拿胶布捆住这里，好，捆住之后呢，这个瓶子就做好了。做好之后呢，我们拿出第二个瓶子，拿出第二个瓶子。那么这个瓶子有什么用呢？这个瓶子呢，就是用来我们需要拿剪刀把这里剪开，剪出这个。剪出这个之后呢，我们拿着这个，利用这个碳酸汽水瓶的瓶口是统一标准的，我们就放在这里，放在这里啊，直接放在这里，放在这里之后呢，我们还有一条这个夹带，把这个夹带一个头穿过，把夹带夹在这里，只要把多余的剪掉，总的效果就这样子的，夹带是扣在上面这里的。让我们看看这里，这样的话就安装好了。安装好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个套上来，现在拿着这个合起来，用个橡皮筋包住，包住之后呢，我们现在要把这两个整体，第一个第二个组合起来，组合起来的话，我们一定要确保整一个是一个线性的，也就是直的啊，不知视频里面能不能看得到这个效果啊。我们组装一定要保持它是一个直的，在直的这个前提之下呢，我们要确保这里不能够对着尾翼，一定要对着尾翼空余的地方啊，空余的地方，这样只要我们用目测的方法旋转，目测的方法把它调整，在认为是已经是一个直的一个状态之下呢，我们拿着胶布把这两部分组合，
组合起来，组合起来之后呢，那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运行状态呢？一个怎么样的运行状态？你看看着这里，这里是一个加水充气的一个储气瓶啊，上面这个是用来打开一个降落伞啊或者彩带的之类的。那么现在我们演示一下怎么样运行这个动作啊。首先我们塞降落伞啊、绳子啊、彩带啊都是放到这里，只有合上之后呢，这里一根橡皮筋，我们像这样绕第一圈、第二圈的时候呢，我们就需要这里有一个点卡住的，卡住之后呢，顺直把这个头顶这里啊，就挂在这里。那么我们从发射到天空顶端那里大概是多少的时间呢？我们就需要用到这里来调。那么现在这个呢，要先拧两圈，第一圈、第二圈，拧两圈之后呢，我们再把橡皮筋挂在这里，啊，这里就一圈了。那么我们的一个启动钥匙是在这里，在这个就是启动钥匙的。这个启动钥匙我们是放在这个孔这里，这样子。之后呢，我们用户自己准备一根绳子绑在这里，一端绳子的一端绑在这里，另外一端就绑在发射架下面。当我们发射的时候呢，整一只所有件呢就是垂直的，这样，3、2、1，发射就飞上天。定时打开，就这样子打开了，打开里面的东西就弹出来了，在空中。我再演示一下啊，那么现在原理就这样子，我现在演示一下把降落伞，这个是降落伞啊，把降落伞安装到上面这里。好，这个降落伞的话是已经做好了降落伞了，我就不教这个降落伞怎么做，我只教降落伞怎么安装啊。那么降落伞的话就有一条绳子的话就把降落伞绑在这里，绑好之后了，把伞放到这个子弹头里面，合上好之后呢，就拿橡皮筋第一圈、第二圈就顶上上面，挂在这里。挂上之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安装到加水，在这里加水，加完水就要安装在发射架这里。安装到发射架这里之后呢，这个启动钥匙一根绳子绑在这里，另外一端就绑在发射架那里，拿着启动钥匙放到定时器的这个孔那里穿过这里，就这样顶住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拧，先拧两圈，第一圈、第二圈，啊，不能够拧过多了，拧过多了这个定时器损坏了，就不是我的问题了，是你们损坏的问题啊，是人为损坏了，就挂上去，现在就调时间，这样一圈的话就大概是在空中运行一秒的时间，我们现在模拟一下，3。等一下，要把这些地方整理好。
三、二、一，发射。好，就这样打开。好，演示完毕。大家好啊，今天教大家做一支水火箭。那么先把这个打气，变硬了，变硬了就要把这个瓶子
这里的壳子，这里的夹带，
是吧？就准备发射，三二一，发射。是吧？正准备发射，三二一，发射。
所以我现在准备发射，3、2、1，发射。